大家好，我是铁头，今天我来煲一个清热祛湿汤，老火靓汤。铁头来准备材料，来把骨头洗一下。把洗好的猪骨头焯一下水，加上几块姜片，少许的料酒，准备一块莲藕、胡萝卜，还有马蹄，把它洗干净。现在来把这些材料切成小块，姜块一起放进去。好，开了有一两分钟了，可以了，把它捞起来。再把它清洗干净，把提前泡好的霉豆洗一下，这个霉豆是我们自家种的。把准备好的材料倒入砂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火烧开，烧开后调成中小火煲一个半到两个小时。把提前泡好的海带清洗干净，清洗海带一定要耐心一点。现在来把海带切一下，放一边备用。煲了半个小时了，现在我们把海带加进去，盖上盖子继续煲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再加上适量的盐，好了，这一道清热祛湿又解暑的汤就煲好了。喜欢的朋友学一下，夏季多喝一点哦。